他们十二个。我先冲过去送一波啊！你们打啊！好，我先冲过去死一波。好，靠北，我不累积波杯啊！两记啊！有有有！来，狂龙舞远程换掉，然后疯狂射金。对，狂龙舞先换掉，因为有新手疯他带那个。然后这边蓝趴 OK， 文哥，文哥你先帮我用远程。好。然后靠，来不及换。啊，进去再换，没关系，进去再换就好。那我们尽量维持远程就有两队，好吗？我们尽量维持远程就有两队。所以如果随时注意 tab， 跟你一般的工程站一样，远程太多，自己就把兵换掉。好 ，OK。但如果你真的没兵，都是可以理解，你就换远程。对。看他一堆泰纳走过去，好猛啊！这个补给点很重要。没错，我也在统筹这边。这张图其实很像科查巴，你要么补给点，要么中央据点。哦，这个不是跟那个我们那边的村庄一样？来，右边那个全部先架阵在那个右方的补给这边，先帮我把阵架起来，把这个小路正前方，我拼一下，正前方这个小路。我们来搞一个狩猎场出来，先不要架，先不要架器械，先不要架，嘿，稍后再架，因为你现在架，对方长弓会把你飘掉，或是一个轰天雷来就把你飘掉了。好，来先清 NPC 的兵，先清 NPC 的兵。走进骑兵哦。好，来可以帮我架器械了，谢谢，可以帮我架器械了。然后铁卫影压前，后面骑兵，后面骑兵，后面骑兵，看到了，我挡，想得美啊！新跑是新跑，神秘新跑，可以，干你老子！啊好，他跑掉了，吃完了，好，又来一队骑兵，挡。两队哦，可以，看他们这都开骑兵来呢。来，你是我是我冈本跟我冈本小队这边全部那个我们压后，然后其他大部队往前慢慢挺进，由那个森明跟那个贪财带领头马大部队挺进，然后那个冈本这队当那个我们是屁股守卫屁小屁股防卫队，好的，然后森明贪财魂哥。魂哥，你就是中间的，你是中间的，你远程慢慢压近，然后中间，然后防止对方武将偷炮，然后森明跟贪财当桥梁。来，我们压前哦。哎，我这边有一个将军炮，你们可以用哦。好，提前用一下。对，提前用一下。拿去用的。来，跟我来，那个冈本这队跟我来，我们去给中央据点压力，跟我来。直接开双线的啦。让他们受不了了啦！想搞！来，他们吸血很多。来，我们中央巨人没意外，等下就可以站下来了。来压钱，压钱，这边压钱。可恶，不行，双剑这边人有点不够。冈本小队撤退，这小队是送给他，这小队送给他。冈本先撤退。哦，另外一边没给压力，我们进不去。对方哦，对方这样起来，中央巨人速度非常快呢。天哪！巨巨大大的，跟那个 WA， 我们撤退。不行，保这个康克里夫靠背。那个我保，你们两个去换兵，你们两个去换兵，这边我保，我扛着，你们两个去换兵。去换点小盾兵过来，看有七加还是那个八加九。
然后那个贪财跟森敏那边状况怎么样？啊、压不进去啊！哇，为什么压不进去？他们搞什么？好，啊，森敏那边他们搞什么？他们啊、小分兵还有器械很多。你老师嘞？我刚冲过去，我就立刻被器械炸了，然后我就被抓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啊？怎么搞？如果这时候有小溪的炮兵就好了。来，再来，好玩。我的盾兵要往前一点哦。来，好，要是有布兰妮就好了。好，你们两，欢迎你们两个帮我停哦，我去换兵，你们两个帮我停一下。挡住，挡住，保护那个康格里夫。哇，不行了，卡曼打在。啊，我要死了。看他们要进来是不是？对啊，干架。他们将军炮很多。将军炮很多。是将军炮杰哥，还是旧炮？康格里夫爆了，用完了是不是，被射爆了，被射爆了，还有几发、啊？他刚刚在 CD 耶，我也不太懂他们怎么击发。来，我们 GG 大大的跟那个 WA， 我们必须搞一波，直接要搞一波自杀行动。我们那个森敏那边要进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进，还是你已经死了？我死了。天哪、啊！啊，都不在。哇，你们那边完全没有那个了吗？帝王凤凰宇浩吹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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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下你在那边的，你有办法开麦吗？惨的，巨巨大大的这边只能给你的，我要过去指挥。这，先漂先漂先漂，机械再多也是有弹药数的。然后那个冰块没血的，不要太老实，可以拿去补。他们应该不会想要打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波八加九，先不要冲，不要冲。好，来两边兵拉开，我们钓鱼好了，钓他们进来，两边兵拉开，钓鱼。那个，我们备战15个人哦，沙小，为什么？那各位，我觉得我们不用演了，米拉桑。你就对啊，我觉得我们不用演了。来，那个铁人，那个中卫是那个什么？那个茂总裁，你的帮我往前，你的那个什么东西？纸包机不是？纸扎不是？铁卫营往前。你还不知道对面多少备战呢、啊？我觉得不会比我们多了，不可能比我们多。来往前，然后哎、我这边压过来喽，压过来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压过去，压过来喽。怎么现在要自杀式行动是不是？压过来喽。来，大部队直接从这边压过去，从这个那个，对，很好。哦，大家意识非常好。小溪火冲那个，如果对方的小瑞士冲锋的时候，要丢一下那个缓速的哦，所以你缓速要尽量扣着。扣给小瑞士，你火冲的那个丢缓速要扣给小瑞士。注意哦，打过去了，打过去了，继续打过去，继续打过去。来这边。哇哦，差点死掉。来，这波气势打得不错，有压进去。那个，我们前线被打哦。嗯，我进去前线吗？干，好忙哦。前线，我看一下，他们几个人？屁股。没有啊，前线没被打，是四平铁被打了。哦，四平铁、哦。你们要看清楚哦。对啊，那个资讯这样子有点危险哦。抱歉。来，我们要过去，
大部队往前。快快快快快快！我的铁位撑很久了。那个苍蓝，你们那边有办法压吗？我们这边卡很久，你们那边每一万应该可以压才对，还是没办法压？如果没办法压的话，不要白给没关系，你们试看看。铁位没了，来大部队先往后拉，不行了。辛普辛普辛普，杀了杀了杀了，这个大重要指挥官，这些要先杀。OK。来往后往后掩护掩护那个工兵往后，干不行了，我没兵了。干兵吗？我没兵了。潘彩，你有在？你有在那个吗？你有在备战吗？我在备战。你备多少？两个吗？那、等一下我要去牺牲岛，等一下换你call咯。嗯。阿魂哥你呢？四个。好，那我等一下去牺牲岛，受不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也是四个？哦，我前面也有四个。我怎么知道我这边他写当前序列人数四啊？路西跑，你还在外面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我以为是在里面。哇，中央据点那边被打出来哦。看你呀，这加拍一盘吗？来，往后往后，全部站，先在补给点架阵，靠背。我们反被甲了，在补给点架阵。远程兵，远程兵，保一下，再多放补给点，远程兵。我们只剩三个人了。红村，看你有连我连自杀机会都没有哎、欸，挡都挡不完哎、欸，没有你就直接冲过去就好了，我要冲啊，然后冲过去又一队来，太可怕了，恁老兄哩。你老兄，哇！准备进行。哎、欸，我退掉了、哦，死出去的。那个贪财护士魂哥，你们有那个吗？有没有进去的吗？但我啊，惨了，地契坏了。喂喂喂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们的状况怎么样？状况怎么样？不没有进度，就是只能把他们连住而已。因为我在地图上只看到你们，我没有看到新钻跟那个。他们一直在搞帮我们救前线，然后打那个支援点。OK OK， 韩国人好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刚才我看到一堆那个韩国人，他们往马二村那边跑。因为你们有看到那个红炉村吗？红炉村，红炉村被越南人打下来。红炉村在哪里？然后那个什么博远城，现在原本那个博原本云霄的那个城，原本是韩国人在打，然后现在换另一个家族在打。嗯，往红炉村就可以自杀了是吗？对啊，没有兵就出去了、啊。嗯，哦，想进去打不灭城了。对，刚好都是叫我们去打，因为原本是说。他们说要来打这边敲牛，哎、欸，好像、欸、我去打下来呢，不灭啊，13-2哎、欸，对啊，因为人都在你们这边了，不是吗？
对啊对啊，快点去快点去。啊，香啊香啊，好香啊！那这样子，我们要不要先不灭城，然后卡那个拿那个？你觉得嘞？不跟。你懂为什么？我现在就去宣布灭城，然后抢资源点，然后时间到，可是我们你们有人够抢资源点吗？应该也没有吧。哦、你们有人可以去抢资源点吗？没有啊，不是啊，去哪就放那边啊，我们抢赢，我们再开就好啦。去哪？我你要我先宣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你要去争取人家同意啦。啊，我觉得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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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瞬间到了11个人，没了没了没了。那这样，那我们把枪火村拿下来。那我觉得他们会回去。嗯，我看枪火村备战，他们备战在减少，他们应该是回不灭城。对啊。啊干干干！救命救命！啊靠呗！那我们枪火村应该是没问题、你们去他们的 PP。欸、他们不灭城马上满备战欸，是对远程的哦，有点多，不要对远程哦。那个风那个，天龙村剩多久？九分半。魂哥好，九分半。嗯，看起来你们可以压进去啊，这边也是可以。OK， 压过去中间据点，然后一个人去偷他的补给点。好，要没兵就出去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。不然你可以架个器械啊，给大家用一下。不要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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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着下一场九分钟，不要架了。侠玉城怎么打那么假？来，他们交兵啊。没有兵的去他的补给点压住。刚据点兵不够、哦。刚据点啊，他们淹没我们了哦。我他妈站回来了哦。他备战剩一而已，备战剩一而已。那小心一点啊，再回到这边吧，回到补给点。哎，我们稳住这边。这边不要推进去，我们等一下。先集结，先集结，先集结。对对对。剩七分钟。OK 吗 ？OK 吗？嗯，稳住了，但是要一波进攻我们。七分钟，来这边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六分，他推七分。Efendimizi onurlandıracağız. 来，压进去，我们大盾来了。好，两边一起压进去，给他压力。好。他才要加铁砂，加起来。加新鲜，加新鲜。骑兵啊！哦，我这也多人。
我来帮忙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再下来了。对，把兵压进去。来，我们的兵压过去补给点，松一下。OK。咩啊？进来来买啊！五月松被拿下来 ，nice 哦！好兵哦！来，你们压进去，我踩住他的补给点，来过来。胡月尊被拿下来，什么意思？华夏二金拿下来。哦、OK， 快点快点，压进来。哦，不是，是那个哎，七海三猛哎，这个是谁啊？来，压进来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我冲我冲了，我受不了了。西海商猛，后面有小六四，等他，对啊，我不行哦，快点，你们压进去，我死掉了。哇、哦，那个中央据点那两个人在干嘛？他们两个人有在 DC 吗？没有，两个头。来，金牌厨师，你去补给点。哎，你们江户的前线被打哦。对对对，那前线小太阳两个哦。出来的中补，出来的中补补一下。再补一个过去打吧。嗯，我死出去了，我刚刚被冲那个冲屁股。那个幻影宫口怪你也过来一下。那个小溪你们这边直接压出去，狂龙谷安安你好，服部直接走直线，走直线哦，哈，直接压出去。他们好像没备战的。好，那个小溪你右转，那个你真的让安安你好服部直接右转六王，直接右转去打上本阵，压本阵压本阵，直接压本阵。好，骑兵队直接去压本阵。看时间啊，没时间的。哇，他们越南人全部回首，现在变韩国人，我们现在打韩国人。傻意。现在有调换哪打哪里吗？现在你在哪里？你们在胡追城，那个前线可以再给我几个人吗？对面三个小太阳。你们前线 Semi 不是在外面吗？没有 Semi 可以，我一分钟。哎，冈本，我们这里五个人过来，要去哪里？直接帮我到前线，四平铁矿。前线一定在造哦。四平铁矿的前线一定帮我支援。可以可以，好。来两分五十秒的话，哎呦、哦，这有办法吗？一波压进去，一波跟你讲，这个有点像是什么，有点像是告白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波再不进去，这个女生就要走了，真的，因为这不进去不行的，各位就直接一波了，看怎么打，随便的。这直接到最低了，这真的对，最你这个没踩完就没机会了，就直接一波，然后武将不要死。哎 ，OK 啊，可能马上死一个靠背哦。我们现在备战还有啊。对，我们人多不用怕，干他压进去，直接压进去，直接压进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换我了，打啦，打啦！哦，好远哦，真的好远，天啊！这有的我走哎、欸，干。两分钟，压出去。那怎样？四平铁矿是吗？对。对啊，还剩一滴。四平铁矿没有啦，什么东西？他们加康格里夫，我靠！拆掉，拆掉，拿紫色碎片，拿出狼性好不好？看到那种东西还不去拆？一分半了，各位冲了冲了冲了！你是远程也不要管了，也不远了也不远了，远程当近战用了。哈哈哈！科技小心啊，科技要远程的剑士按五有没有让他切近战，然后扫到砍他？对耶哎哦双刀，吹气啊吹气要拜拜。哇时间不够，我死了。刚刚只有我杀了四个人。交给你们了。
太远了吧？这个重生点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没事没事，五十秒打到本阵，我有新的想法。这张图认真打到本阵其实是很好打的，因为完全是高地对平地。真是盆地，对他难打的是中央据点跟那个补给，他其实本阵算好打。OK， 好，下一场，下一场啊，下一场，我退场了。我们前线有要踩掉吗？什么意思？要踩掉，直接踩掉没关系，直接踩掉。阿联昌那边都 OK 了，是不是？打完一场没有再打。好，下去了，然后。拜拜战旗的在打恶魔都回去哦，恶魔都回去哦 ，DC。战旗的现在在打不灭者，嗯，没问题。是回首哎、欸，冈本我要来支援了，但是去哪？乔牛村，我们下一场打乔牛村，再打一次乔牛村。来，乔牛村他的地形有点鸡掰，他就是难在中央据点那一波，那一波真的很难。他那边要做取舍，要么打。要么就是直接冠军去断他们的补给线，要么就是打中央据点。但都，啊，来，刚刚有打过的 Minasan 有没有想法？讨论一下，五分钟、六分钟，补兵。然后我要给大家一点压力，等一下一场一定要打下来，因为我这边很多人，我想军备都快不行了吧，对不对？给大家一点时间，如果你军备。